是我们家看看小鬼的火气啊，亲亲我的猫，宝贝真棒，小宝贝的火气啊。你们到底是喜欢看哪个视角啊？到底是喜欢看就是你们到底是喜欢看就是
哥哥想飞可以飞一个，只要一架飞机就可以了，不要停。我怕我继续下去的话你会抓不住的。海猫宝贝想飞可以飞一个，真的真的不要。我还没好呢，那我就暂停一下，你冷静冷静，然后再继续。好吧，今夜都不要停。想飞可以飞一个，一架飞机就可以了，
一点不持久，对啊，就你们太不持久了，所以搞得我都提不起精神来了。喜欢那种持久一点的哥哥，对啊，这样就可以大家一起快乐了。Yeah.
上了飞机的宝贝都有点芝芝躺香，扣个一给你安排哦。娶我需要多少财力我不知道啊，但娶我一定需要身体好。就看看直播，看直播都顶不住的，怎么娶我啊？真把我娶回家，不得第一天娶我，第二天就不行了。还没有开始享受幸福婚姻，对吧？老公就没了。有没有身体好的好老公来一架飞飞的？小时候可以生一个，一定要身体好哟，身体不好是不行的。娶我最主要的条件就是身体好啊。汉堡哥哥想飞，可以飞一个。那我哥哥想飞可以飞一个，一架飞飞就可以哦，真的很好的，真的很棒，你喜欢的在我这里想飞可以飞一个，看腿，我腿太好看了，怕你看过之后就顶不住，知道吗？玉腿直接让你看不住了。有时候就是我是一个很关心直播间哥哥们身体的一个好女孩，经常怕就是我太顶了，就
我带着表情就完美了，你这带着火箭也完美了呀，宝贝。宝贝，你带着火箭也完美了。我做完美女人，你做完美男人好吗？不能总是要求别人完美，自己也要，对吧？完美一点。不然的话，你肯定是永远看不到完美的我。我想飞可以飞哥，亲亲我的吧。你想飞可以飞一个呢，真的很好，很棒哦。砍了一下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不是很正常吗？感觉快到点了，快到下班的点了。宝贝儿想飞可以飞哦。
在某个小说可以收一个一家飞机就可以了。
小声可以说的，亲亲我的宝。还有某哥哥小声可以说的，亲亲我的宝。好了，我们要准备下播了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录播时间了，接下来就是录像时间了哟。再播一下下就要下播了。那行吧。
上好呀，欢迎大家来到深夜的直播间，没有点关注的宝贝可以点点关注。我觉得还行吧，一般吧。反正每天都有人说我整容，说我变好看了，变丑了，又好看了，又丑了。人今天的头发没吹好，这个刘海吹的有点奇怪。晚上好，欢迎各位宝仙宝贝的班卡，亲亲我的宝。喜欢主播可以上一架飞机支持一下哦。直播可以上一架飞机试一下哦，转一架飞机就可以哦，亲亲我的吧。晚上好，欢迎各位宝，谢谢我的宝。想升可以升一个，可以升个飞机或班卡，找一架飞机就可以了，送个飞机吧。晚上好，欢迎各位宝宝来到今天的直播间，没有点关注的宝贝可以点点关注，可以上个飞机或班卡，一架飞机就有啊，上个飞机吧。
精致的小爱画图，真的吗？欢迎各位宝，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直播间。没有点关注的宝贝可以点点关注，喜欢主播可以上一下飞机支持一下哦，转一下飞机就可以了。亲亲我的宝，感觉我太白了。但不知道怎么能把我的肤色调得黄一点。晚上好啊。